那我的心算了，都是小马哥，太有缘分了。那我的心算了，你不要，你走开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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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都是小马哥，小马哥哥。其他地方可没有没有。啊，亲其他地方都可以，就是不能亲脚是吧？啊、对对。哦，小马哥，把脸凑过来，脸都可以是吧？你说就除了脚不能亲，其他地方都能亲是吧？啊，那就不亲脚了。来、啊，兄弟们，咱不亲脚了啊，就这脚就亲嘴去嘛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妹子挺有意思，挺逗的哈、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啊。那这样吧，脚脖子吧，这个地方可以吧？那就不脱鞋子，好吧？五秒钟啊，来。抬起来，成直流了，别动了，啊！哎呀，没招了，好腿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退！哎呀，哎哎，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周星驰有个桥段，就是那个叫做什么来着？叫做那个什么玩意儿的？那个什么？哦，我想叫《少林足球》。吴孟达当时把那个什么周星驰那个腿，然后，哦，好腿呀、啊，真是好腿，太厉害了！对对对，不不，足球，这少林足球，你忘了，厉害了，五秒钟就，嗯，有点咸，对的，是有点咸的，最后一次，哎呀，这好腿，哎，这个不叫，我怎么感觉像火腿？啊，功夫足球，我想起来了。马哥，你倒是轻轻的咬啊，这咬的时候还是就麻烦了。快快，阿哥去给我买瓶矿泉水。哎呀，啊，在那儿。哎呀，我的憋不行啊、嗯。哎，老妹儿，我问你个事儿呗，咱都叫小马哥啊。然后那个有没有男生亲过你的脚？没有。激不激动？激动，激动是吧？还紧张、啊，好紧张，是不刺激？刺激，刺激是吧？要不要再来一个？不要，我换另外一针。不要，我还可以从脚脖子往上走，这方方面面都能行。很紧张，很刺激，我可以从脚脖子亲到脸庞都能行。我很专业的，你知道我属什么？你属什么？属马。哦，好小，难怪叫小马、嗯、哥。然后我属狗。你属狗啊？啊。嗯。你见过你家狗狗喝水吗？见过啊，他都是怎么喝的？哎，给我来口水。等会儿啊。我梦想职场有这么一只草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不是漱口，我不是要吐吗？完了，我把它吞下去了。我操！啊，马哥收了吧，行了，别闹。我感谢我们的宝宝的什么大力的支持啊，祝你越来越美，好不好？然后现在做什么职业的，能跟我分享一下吗？我没做职业，我在算是玩吧。玩是吧？那谁给你钱呢？男朋友。哦，没男朋友。单身。啊。哎呀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呐、啊，来合个影吧，来看这里。哎呀，太可怜了，这宝宝太可怜了。来，我做你三秒钟的男朋友，来靠着合个影，来，来看这里，三、二，我操，居然享受上了，你还，还这样也可以。好了，祝你生活美美啊、哦，感谢你哦，下次要是有缘分的话，另外一只脚借我用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就这次吧。我给看一下，再见啊，握个手啊，再见，么么哒。我，你阿珂，你看人家比你大那么多，加微信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都是马子辈的，加个微信吧。好，然后那个加个微信，然后以后咱们还能做个朋友，对吧？喜欢看我们节目来看我直播，好吧？那你扫我吧。那我扫你啊，那行。那阿珂加他微信。妹子很可爱，这老妹儿挺纯的啊，挺有意思啊。你手别乱摸，咱都是兄弟，说那些没有用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人家都是兄弟，是不是？然后都是小马哥。说实话，人家我跟合个影儿，人家都不在。人家小马哥长那么帅，我长得那么帅，说实话，
他抱着我还来不及呢，是不是兄弟们？是不是阿珂？对不对？长得那么好看，对不对？我那么帅气，是吧？我让妹子抱着我，他就得抱着我。为啥？他现在没有男朋友，没有，刚才亲了小脚那两下，他刺激的不行，现在荷尔蒙都还在分泌，你看人家脸都红了，真不会啊！再见啊！